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h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就是恒信园四期的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。在窝打老道山，恒信园都算是我们的窝山名牌，它就位置于在民运道7至10号。在附近还有一间国际学校和有一间津贴的中学。今次为大家介绍的单位就是位于恒信园的四期，实用面积是有766尺。一入门口转一转弯就到了我们饭客厅的位置，它就是呈 L 型的设计。饭客厅分明，摆位亦都非常之容易。而单位就是附设露台的，现在我们就是从这个露台那里望到出去，主要都是望回我们窝打老道山一带的楼景。单位就是属于三房间隔，现在我先看一看最大的那间主人房。主人房是采用对流窗的设计，而这个位置望到的就是开阳的竖景。主人房的摆位都是事正正的，摆家私和双人床完全都不是问题。而另外那两间客房面积大家都是差不多，同样在房间的隔离都是做了一个入场的大衣柜。浴室就在走廊那里，有足够的储物空间，洗澡的位置是用企缸。另外这个就是纯粹一个洗手间。一入门口就是我们的厨房，做了很多的橱柜，预留了洗衣机和雪柜的位置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